家好，我是张雨绮，在《繁华似锦》中饰演苏沫，以爱之名误入浮华。下载优酷国际 APP 或点击优酷 TV， 我在追梦的路上等你。我知道，我的人生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。我不想被过去的自己困住，我也不想再浪费我的人生。这个理由我很喜欢。我以安盛总裁的身份，邀请你重回安盛。简历都被扔进垃圾桶了，居然还被老板亲自下派指令录用你。在安盛，我只想本分做事，做一个普通员工。起来吧。你堂堂一个 CEO， 每天闲着没事干吗？我为什么几次三番的邀请你回到安盛？你真的不知道原因吗？我们两个生活环境不同，我也不相信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。跟你我不需要高大上，我可以做到很低很低。我不想去追赶一个高高在上的影子。你呢，必须要家族火力。我可以允许自己失败，但我不能允许自己错过。赖皮是吧？啊，赖皮。优秀的女人有很多，苏沫只有一个，我喜欢的人只有一个。感情这种事儿，一旦开始了，就要一条道走到黑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